你还不配知道本座，明智过刚一折，明川却是更善守。很好，既然钟爱卿都不反对。
未来的太子妃，赶紧把钱交出来。此路是我开，此处是我栽。小姐的事不需要我管，如果非要我管，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你不怕我是坏人？只需要听说青凤楼的酒是出了名的香，有机会一定要去尝尝。